为培养士林运动的风气，还有提升士林运动的环境，并带动我们运动的产业发展，所以啊，你会在台南市长的任内推动新建永康运动馆，特立此承诺书 ，OK 吧？是，可以的。是吗？这张交给我。市长，我替你签。哦，更加好。永康市民民客讲吼，咱就是有遮尼啊优秀的市长，哦，有遮尼啊讲吼，知影所有咱永康的需求，迄才是需要的，你拢会来联络，哦，你也会来做。本席再一次代表永康市民哈，跟你致谢啊，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了哈。因为呢，不敢担当，我们需要做的。确实啊，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位市长了哈。再次感谢。